间，然后这个是素仔菜吧，他们叫麻泥菜。鱼不会有那个不知道水。哇，真的很特别，有点像鱼饼。给你们讲，好，带我去吃这个。不要客气。Mango fish。我觉得很好吃，因为其实我不喜欢吃芒果，他不喜欢吃芒果、草莓还有香蕉。不是，是芒果、草莓。草莓哦。古晋的最经典的地标都会有他自己的圣诞节的带圣诞帽，真的吗？真的啊，对。哦，所以他现在是裸体耶，他看起来有一点年纪啊。啥了？最老的警察局。哇，很有年代感。请问这个是最老的 Seven 吗？猫的马来文怎么讲？哎，我会担心我讲错，哎，讲错会被打。会啊，会被打。那我不说了，那我不说了。快讲一下，快。英国时期的建筑保留到现在，现在变成 restaurant 了。台湾本丹安的 green， 哇，很美哦，嘴巴合不起来，真的。现场看真的是很漂亮。对，这里也有一个水上回教堂。喂，那个桥在摇哎。然后，其实我们这次来 Sarawak 的目的呢，是要拍一支 MV。可是我是 MV 里面的女主角，可是不是我的歌，是 Louis 跟 Felix 的新歌，就是什么《完美世界》。所以这次 Eric 他就陪我一起来工作，这样子啊，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民宿长什么样，很像阿妈的家。因为我们客厅也是非常的阿妈的感觉。马来西亚很多这种吊扇，对，然后超强队叫这个叫杀人扇，这个看起来很恐怖。但是我很怀疑 Louis 真的是要找我吗？因为这个 MV 会比较认真一点，而且这是有那个、哦、有感情戏哦。放心， Louis 不是我的对象。是另外一位，下一步，下一步，我找超强。晚安 ，Good night， 明天见。红的就是他们弄好那个叉烧的剩下的汁。哦。沙拉瓦，菠萝蜜。嗯。先咸一点。嗯，好吃。嗯，我最喜欢吃这个。嗯，我喜欢吃拉萨。哦，我们还没讲我们来婚纱店干嘛？因为 MV 里面有一个桥段呢，就是嫁人的桥段，像皇后吧。我们试了两三套衣服，就最后还是觉得这一件比较好。对，男主角在哪里？好看的。我们现在来古晋最大的 shopping mall， 叫做 Viva， 这里找服装，还能顺便逛街。有恋爱了吗？如果有。包救救护车。我们的美术老师也是那么多戏的一个人。Felix， 我来了。Felix， 这个很像爸爸的衣服哎。对啊。有哎，真的很像帅爸爸会穿的。干嘛？我挑了好久。其实很享受，因为我最讨厌就是选择，你们帮我选就好了。我们现在来开箱 Viva City 的贵宾级厕所，一个人进去要2块钱。哎，可以进去啊？他不用给我门票，他不用门票。哇哦！哦，其实，就是，有点好奇普通的是多脏。喵喵。台湾已经有油要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回来，我们是一定要吃油油。我们终于买完东西了，逛了3个小时。好累哦。老公过来。我老公。是他们家的土著料理。这个是我们请那个我甘榜里面的那些妇女，我们带 material 给她，然后我们加出来，我们发付钱。吃饭。Vivi nama kabade。Mana kore？ Nama wato。其实真正是 nama bedanuan。很像什么 bedahan 这样啊？像他们讲我爱你。Kusayo kade。Kusayo kade。哇，我们太幸福了，我们吃完饭还有收礼物，谢谢 Vivi， 谢谢老板娘。沙拉月西门町，这个我喜欢，这个很漂亮。哇，这个呢是沙拉瓦的传统千层蛋糕。哦，这个是用那个山楂的。嗯，很好吃。嗯，好吃。哎，嗯，我来煮巴拉吉嘎。榜样梳妆好像吗？干。那个绿色的是什么？千多做的吗？尖锐。很尖锐，很尖锐。哎呦，板酱哎，给他放。姐妹们，板酱也帮我。不，嘴巴不一度板酱。嗯。哇，这个试吃是我吃过最最不像试吃的试吃哎，羹样熟的哎。哪里不能？太亮了，条。很漂亮哎，它早上的样子。嗯。这就是
很像翻厕所的声音，比较像是锯那个木吧。让观众猜猜看到底是什么声音。还是如果在里面的人你有看我的 video 的话，请你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还在锯。还收不到讯号。英国时期那时候你们是监狱，这个是监狱哦，是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餐馆了，这个应该更早了，这个是恐龙时期就留下来的。那个谁，嗨，我不可以录镜。 OK， 不拍你。很酷耶，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切开？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少爷的极光，你看得出他们谁是什么人吗？其中一个有华人吧。对，华人最右边那个。哎，像这样导演出现啦。这就是我们有份的。对对，全部大家的。喂，我才刚吃完的，好哦。所以我就说是要把我们养胖五公斤。那你们明天会很夸张。哎，你现在已经很红了哎。对啊对啊，我整天都是这样的精状态啊。我们他是塞最少的人。不会这样讲，我有塞。哇，岛长一定要吃这里的古拉阿崩 ice cream。什么是古拉阿崩哦？他们这边出的，因为生天。我不能怎样解释这个味道，很好吃哎，很奇怪的。鲜，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首歌。大家早安，现在是2:30，你睡得好吗？根本没睡啊？你是女性？虽然我只睡一个多小时，就是但太累了，所以是睡得蛮好的。OK， 现在我们准备要出发。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还要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这边是一个鱼塘，所以四周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它就是一个养鱼的地方。哎，那是刚才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演这种难过的戏。坐船的时候，风很冷啊，所以我的嘴巴会自动会抖，我真的是有点一直蛮煎熬的感觉。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里的厕所啦，看马桶很大的哦。很有 feel 哎，一定给你干嘛？哦，我的这个真的。是，我再换了另一个妆，这个是汤鱼妆，这个 logo 我们要遮起来。没有明显 ，Grace。很咸哦，这边你觉得？一种咸味，那个船一到我就想，这是家的感觉，很咸哦。我觉得那个洞很大，一下我的脚要进去哦。我要这样子外踏走。你要 V step 走了。那个圆圆的小人点就是收雅，今天要扮演一个在渔村工作的女孩。哇哇哇哇哇哇！可以。哎，收雅现在在拍摄，那我就是带大家来介绍，这是我们 MV 的男主角 Phoenix。Hello。对，昨天晚上才第一次跟收雅见面，然后可能讲了大概三句话而已吧。我们应该到现在我们讲不到五句话。好，那这三位是等一下也是要跟收雅演对手戏，非常时尚的黑帮，他有戴 Apple Watch。还是老大给他的。这个老大。这个老大。这个池塘里面有一个沙捞越的鱼叫忘不了，它的价值大概在1公斤500-600马币。你看这里里面有多鱼，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虽然现在看起来很自然。我们现在准备在这里是一个杀鱼的阶段。一点字没有拔到手。很累啊！你现在看起来真的，这已经在这里工作一个多小时。很大的鱼，拿不动我们。你知道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鱼吗？沙捞越之宝黑皇帝，现在最出名的。900新币，我刚处理了一只黑皇帝，这样可以吗？可以啊。是全宇宙最 fashion 的人，没有别人。来，要买什么？要买几只？什么意思？我才是老大吧？对，我的小弟。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演坏人。啊？所以灯光师比较像坏人啊。这个出来会真的怕。可以。下一幕你要去喂鱼了。拜拜，你要来吗？我。他怕。我想去，但我可能就走很慢。那 David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不要。这个没有种子的。就算有烦到他也不要紧，他要跳下去，你们怎样抓他，全部自然的发生。你要跳下去吗？没有食人鱼吧，应该是。嗯。走！不要！不要！走！不要！不要！走！好事哦。哇，其实我可以 feel 我的皮肤坐在一起。对对对对，应该是撸哎。体验一下被硫酸泼的感觉。哇、wow, okay. 就有那种很像猫眼哦、oh, 放嘴巴不了、啊、因为你吸进去你的眼力很少是吗对对对因为很兴奋了吗、oh. 我以为要吸很进去才会很大眼有吗有很香哎、欸、你这是用什么的吃以后就这样染上我就上瘾很香哎、欸、他这样我吸进肺试试看啊酷黑买酷气哦路易多哇手上也有看得出在里面突然的爆点，给它慢慢的出，慢慢的露出。OK， 这个你们两个很尴尬，你两个的第一场床戏。可以吗？你的伴侣如果长这样，你愿意吗？可以。可以。哇！对不起，对不起。我就吃了那个咸咸的。熟一熟，我们去外面拍谈恋爱的画面。耶！OK， 这是什么粉丝见面会？你们这一帮人是等人家受伤了才来拍？怎么笑那么开心啊？来来，一次过给我，一次过给我。啊！啊！你们休息一下。